标股新天地，标股新天地，轮源投顾陈学进分析师主讲，前国内法人代操部门主管，工商时报绩效竞赛全国纪录保持人，深入产业第一线，挖掘第一手情资，专攻主流产业标股，精准掌握主力大户筹码动向，为您创造最大的财富。欢迎收听标股新天地，轮源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0号。欢迎听众好朋友继续准时收听我们每天晚上9点的标股新天地哦。天气有一些变化哦，希望大家呢随时做好准备咯，防台的预备哦。好，那么我们在台股的部分呢，今天也吹来了一阵不知名的大风哦，这个是下跌了将近600点做收哦。好，那么细节上赶快来邀请专家，就是我们录音投顾大师兄陈学进老师。老师好。齐真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好，老师，今天这样子的九月 ending， 我们有一点担心啊。那但是呢，如果再看个股的话了哦，因为更重要，因为台积电今天呢，毕竟他一人就独跌了43块钱哦。没错，哇塞，他一个人就贡献了350点、51点的跌幅了哦。好，那么所以呢，个股还是重点。我看到大师兄，我们陈老师的4909新复星今天哇是收红，而且再创高，对吗？没错，在上周五呢，我拿到的老师的这个成绩单哦，九月英雄榜里头新复星呢最高还在199哦，今天的最高来到了203，而且呢今天还是收红，美美的。大家如果有的应该都还是非常开心，家族朋友最早的到现在为止的已经有一倍以上了，对，财务翻倍，哇好开心哦。好，不到2个月 OK， 好，细节上有请老师了啊。好的，没有问题哈。那今天台北股市哈杀很大哈，那或许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害怕啊，怕说这一波反弹大涨的一个2100多点之后，那后市的一个行情到底是会震荡往上还是震荡往下啊，在这个地方是该恐慌害怕或者是建立信心？好，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又要怎么样来应对跟操作？我想这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个，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今天为什么会杀得这么大？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把它归类起来有5大点。哦，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涨多嘛。是啦。涨多一定要适度做一下的一个整理啦齁。只是今天的一个拉回的幅度有稍微大了一些齁。那第二个，我上礼拜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在股票市场上最怕的是阵前换将。你看齁、上礼拜开始拉船产。拉船产就会产生资金排挤效应。那资金排挤效应就导致的一个电子股啊，在这个地方因为资金的失血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一个 AI 的一个股票啊，哇，反而在最近这两天杀声隆隆。是。那么第三个就是电价要调涨的预期啦。因为台电齁、不堪负荷。那可能在10月份要调涨电价。所以市场会预期那电价调涨对于有一些的一个用电大户特别是包括的一个台积电这些用电大户。那可能会搭的一个对于它的一个费用会增加。那相对上就会压缩它的一个毛利率。那么再来第四个就是大陆啊传言说要禁止的一个 NVIDIA 低阶的一个晶片。可能要全力啊，就是通令他旗下的一个厂商齁，极力去发展自身的一个晶片。所以这个也是导致整个相关 NVIDIA 概念股齁，那最近的一个盘势相对比较疲弱。上礼拜五的时候 NVIDIA 是下跌的。那第五个也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修理散户。没办法啊。因为你看好现实哦，你看嘛，上我做笔记我都做不下去。你看上礼拜五，小台子竟然是翻多
而且散户是啥、啊？偏偏本来他已经多单已经获利了结了嘛。啊，竟然上礼拜五竟然是加码多单。而且还大举加码。只能加码不能大举。你可以审慎啦，审慎啊，你审不要被发现是这样。对对，你审慎的时候，盘势会稍微震荡一下，没关系。哎呀，但是你突然之间你加码多单。那这些你知我知，哎呀，啊、大户也知道，大家又知道。可是加码的不是我个人啊，对啦，不能大户不能饶过我们个人。啊，没办法，他知道，他一定要把你把你洗掉嘛，哦、好坏坏，没办法、哦、市场就是这样，就是这么残酷，哦、对，尔虞我诈，真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哈？如果你有操作指数啦，或是要掌握盘势、嗯，你对于短线的盘势，你当然每天的一个小台子多空比，你都要了解一下。对，到底现阶段还有微台的。对，到底现阶段的一个散户他的一个心态，如果散户的心态是偏大多哦，你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哎呦，啊，但是如果散户的一个心态是又开始偏空了，哦，我告诉你，你这时候身家财产全部要压下去。哎，也不要这样，心态上啊。心态不是跟是因为赚大钱机会就要来了嘛、哦、好的、哦、但是现在还没有在这个现象、啊、好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包括的一个护国神山台积电、啊哦嗯、那今天就跌了43块、哦哎、那一档蒸发300多块那包括的一个长荣阳明望海望海哇今天也都跌很凶上礼拜五、哦、反弹大涨、哦、那为什么、像这种股票上礼拜大涨我不会去追、哦、因为你看嘛现在、美东要罢工啊，罢工大家在预期说运价会上涨没有错、嗯、啊，但是目前变成产生一种心态，以前的心态是我每一次罢工哇运价就反应上涨、嗯嗯、但是这一次很奇怪罢工运价反而没有上涨哎耶这就有点悬了不妙哎因为什么、嗯、因为大部分的一个客户齁、哦、他都在静观其变啦、啊、因为他不愿意出货齁、哦、去抢仓齁、哦、那让货物齁、停留在海上嘛啊、所以也导致最近的一个货柜运价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下跌、嗯、连六黑、嗯、学到经验对这个都要了解、嗯、那再来包括的一个 AI 伺服器、啊、比如说微影、哦、微影最近跌很凶、哦、那包括的一个广达、哦、最近也跌很大所以同样 AI 伺服器为什么我看好的是鸿海、嗯哼哦、但是广达微影、这些的一个股票广达、我们之前我们高档全数获利了结哦，那这次拉回我就没带会员朋友去抢。是的。嗯、哦，我觉得我们在股票操作，我不需要每一档股票都去买了哈、哦。那我当然是选未来比如说我展望看好的啦。嗯、哦，那条件对，至少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可以买的安心，嗯，抱的放心。那将来大涨上来可以赚的开开心心。是。哦，那包括的一个涨，包括的一个窗户。哦，那导轨的一个窗户哇，今天也是重挫大跌哈、哦，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哦、像窗户这档的一个股票，我在9月25号的一个时候，嗯、要顺势啊，带着会员朋友啊、把高成本持股啊啊、给获利放进口袋里、啊、高成本持股要全数获利出清、嗯，我相信只要你是我会员，你应该都很清楚。嗯哦、你看你至少都可以避开今天的一个下杀、哦、那么甚至包括了一个竹生科你看竹生科我卖得多漂亮啊9月25号你看大涨上来创新高、嗯哦、高档开始、带会员朋友、全数啊获利换口袋、哦、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yeah. 我相信只要你有持续锁定我节目你应该很清楚了、哦、那虽然短线震荡难免、哦、不过台股拥有四大利多的一个加持应该讲五大利多的一个加持了、嗯哦、那第四季准备迎来最旺的一个 Q4第一个就是台股迈入了一个第四季的一个产业旺季齁、哦、那通常都是第四季往年都是最会上涨的一个季节。嗯。几乎很少有例外过齁、哦、那第四季会迎来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复苏。齁、哦、那么包括的一个感恩节圣诞节齁、哦、那这些的一个拉货跟消费的一个旺季。还有年底的一个作战高峰齁、哦、你会发现齁、哦、每一年的一个年底啊。是。投信法人齁、或集团法人为了拼绩效。哦，那通常在年底的时候会上下其手，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关注啊这些的一个内资啊跟集团，哦，那么内资跟集团啊、在这段的一个时间呢、啊，哦，通常都会有特定的一些个股啊，
会有做价拉抬的一个机会。好、那这个都是我在帮大家所留意掌握的一个涨的一个机会齁。谢谢你。那么再来包括明年的一个做梦行情的一个展开。好、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 FED 的一个降息的一个预期所以可以想见国际的一个资金渴望持续的一个涌向的一个亚洲新兴市场的一个国家齁。那我想这一点是应该没有改变的。所以对于今天的一个拉回，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嗨。是该恐慌害怕或是建立信心。嗯哼哼。你在害怕。嗯哼哼。我在等待机会。好。就像什么果然。就像4909的一个新复兴。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新复兴 ,8 月5号我送给你。你当时你有在我们标股训练地 LINE 的或 Telegram, 有填写索取表单这是免费的我免费送给你的你有填写索取表单或打电话进来经过统计好几百个啦齁。那你有拿到这份资料你看我里面的一个资料不多三档股票。三档股票当档股票表现真的是非常犀利。那第一标的就是什么就是新复兴。啊鸿海也不错啦也不并不是坏啦齁。对啊老师怎么讲他第一标哦。真的第一标嘛第一标股。第一标不是第一标是第一标股。我想说怎么他才第一最低标准嘛其实说真的啦一倍不算什么啦。因为像过去我们的一个双红都好几倍七红也好几倍齁。那你可以看到当时候我也买他我也告诉过大家嘛。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低轨道的一个卫星的一个计划。那么预计在未来的一个产值到2040年将高达1兆530亿的一个美元。那在去年产值就已经达到的一个2853亿的美元。代表这样的一个产业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成长的幅度非常的一个明显。包括的一个台湾应拥有的一个相关技术你会发现国际这些的一个的一个电信公司这些的一个卫星业者那通常都是找台厂合作啦齁。那因为最近的一个中美贸易战齁打得非常的一个火热齁。所以台厂反而在这个地方因为又兼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水准齁。所以在这个地方反而获得国际的一个业者的一个青睐。那么这个部分台湾相关的一个厂商很早就打入相关供应链那低轨道的一个卫星的一个商机也正式变成业绩。所以你会发现最近相关的一个低轨道的一个卫星包括的一个森达科哇飙很凶。对呀。森达科我没买啦但是我买新复兴。也很厉害呀。那我会买它是因为它去年只有赚 0.42。但是我发觉不得了他三百年就赚了3.27块。很棒。那八月他缴出来的一个成绩单单月就赚了0.83块。哇比去年同期是连增超过5.5倍。是。七八月合计每股赚了1.86块。那赚赢第二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总和。而且前八月每股的一个税后就已经达到了一个5.74块。也代表是说今年它的一个每股的一个获利有机会来挑战接近一个股本预估啦齁因为还有四个月嘛齁。那你可以看到去年只有赚 0.42, 那今年预估有机会挑战一个股本这个叫什么叫做获利转机大成长。我很喜欢去找这类获利转机大成长的一个股票。比较会飙。因为往往这种股票当时候没有人发现股价在低档。那在低档又没有人发现但是大兄发现到了。那我又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那你也赚到了。那真的是太棒了。但是先用眼力比较好。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它量价结构配合还竟然这么的一个漂亮啊。那当然我上礼拜创新高齁。那上礼拜在9月27号我顺势获利出一半。我就告诉大家上礼拜199让你吃到饱。199。嘿对吃到饱。那今天不止吃到饱还吃到撑。今天已经盘中最高来到203了。另外的继续赚。对对对。另外一半我们就把它续报齁。那设好停利破断设好停利就可以了齁。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好那么重点来了。新复兴如果你没有跟上
那十月第一标股，嗯，大兄啊，大家转乐啊，嗯嗯嗯，哦，那么想要跟着大师兄一起来掌握新复兴第二的投资朋友，嗯啊、跟着我来操作，我叫你最会来探底呀。哎、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赶紧跟上我的一个脚步？原因很简单，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我告诉大家，低轨道的一个卫星、除了森达科、新复星，森达科已经300多块，飙到300多块，那新复星也飙到200多块，但是还有一档股票，今天是上涨哦，今天上涨，现在才是30几块哦，哦，有价有量，名门正派的一个 好股票哦，是。哦、如果说以获利的一个转机性来说的话，它比新复星的转机成长力道还要强、还要猛。为什么？因为它去年亏钱了、今年上半年获利大赚了、下半年的一个获利还会比上半年还要好。同时它又兼具新复星、又兼具的一个低轨道卫星，整个的一个占比啊。从原本 18%, 会又再举的一个提升到 20%。耶、yeah. 并且他又掌握到的一个iPhone 啊，新机上市啊的一个利基啊。更漂亮的是长达20几年的一个大底啊，低档量增惯性改变啊，主升段的一个行情才刚刚要启动啊。近来才在三字头30几块啊。是。说句坦白话啊。啊，飙到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七字头啊，阿姨也不为过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十月第一标股啊、想要啊、掌握新复星第二的投资朋友啊、跟着我来操作，嗯、大师兄就你最会来探底哦、那么想要跟上的一个投资朋友，你现在只要做一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加奈啊、直接私讯大师兄。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最快，好、我们24小时都有专人服务。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做好预约登记的动作，大师兄都会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嗯。如果你想要掌握十月第一标股的投资朋友，嗨。这通电话你一定要拨通。如果你认同大兄专业的一个理念啦齁。那趁着现在是十月，光辉十月才啊美好的一个开始啦齁。那大兄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方案啦齁。那到底有多大的一个优惠啊，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嗯绝对会让你会心一笑。大兄跟大家把感情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好的，大师兄讲得很完整哦。就我所知哦，到月底了，老师这边呢就会有公司活动啦齁、通通都可以哦。好，稍后呢大家好好掌握。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操作的部分啦哦。好，在大盘如此不理想的状况之下，我们大师兄的新复星继续再涨再创高，这个才是大家想要的哦。所以如果错过了这些好股票，想要跟上新的布局，好好把握稍后的资讯哦。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好的，听众朋友记得咯，好好把握现在呢月底哦，轮源投顾陈学进大师兄公司这边的最好优惠哦，通通都可以沟通哦。 OK， 好，欢迎拨打02-2321-9933 2321-9933。当然我们持续的狂贺4909的新复星哦，再创波段新高，这档股票呢已经分享很久哦，就这两个月听众朋友应该都很开心，很后悔吗？还是有赚到？如果有赚到，或者是很后悔哦，赶快跟上大师兄接下来的新操作，新复星第二，邀请大家02-2321-9933 2321-9933，只要一个月简讯费，服务一路发到年底，赶快利用月底结账好优惠时间哦。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台风还是要小心，那么台股的台风当然也更要注意，那注意什么呢？哦，这个有时候要汇率调节，那有时候呢机不可失，那但是呢切记不要乱做，例如台风也有时候不要乱跑了哈，有时候风一阵来也是很惊人哦，大家多多的小心自己跟别人的安全，那投资的部分呢就交给我们大师兄哈，我这样有没有很狗腿？因为老师的股票太棒了，好，再请老师补充哦。好的，没问题哈。那今天9月30号很快就10月了哈，光辉10月，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哈？那是大家非赚不可能的，可以值得来留意哈、嗯。那在整个的一个 AI 伺服器方面，我看好的就是2317的鸿海。我想这档股票我已经从4月16号带会员朋友一路大赚特赚上来之后、嗯，我每天都不厌其烦跟大家一起做分享。他在等待什么？就是季线扭转。目前季线在扣底7月4号 ,214.5。那预计再过两个礼拜左右往200块以下来做扣底的时候，季线一旦扭转，哇，好戏就即将登场。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散热散热模组我看好的就是3324的双红。双红你可以看到我这次我买在650块那上礼拜我获利出一半今天拉回很漂亮。有拉回就有低阶上车的机会。再来矽光子的一个题材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主轴。所以矽光子的题材你看我从联军联军从79块到 201.5。那紧接着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联亚，哇，联亚今天大涨在创新高，然后再到的一个华星光，哇，华星光今天是收红上涨哈、嗯。那我想联亚涨多了哈，那包括那个联军涨多了哈，那华星光这档股票倒是可以留意哈。那除了这些股票之外，那重点来了，就是还有没有像新复星这类的一个股票？新复星我送给大家股票哈，你可以看到你财务已经翻了 1.1 倍了哈。有拿吗？之前对，那现在重点是新复星第二十月第一的标股哈。那大兄啊，打个传呼啊，想要跟上的投资朋友，我就你最会来探机，没安装最会来探机，很简单。可以透过LINE的私讯大兄，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哈。那今天月底结账了哈，大师兄跟大家保干净。你说了算啊，公司只要能够接受，你说了算。我们把时间交给齐真。好，感谢我们大师兄喽。大盘不理想，我们当然是有点难过，可是呢，还是很开心哦。大师兄的股票哈、哦，还是帮我们掌握的非常的稳，非常的好哦。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陈学进老师，谢谢你。谢谢齐真，谢谢大家哈、哦。那台风来袭哈、哦，各位出门在外务必注意自身的一个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哦，拜拜。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龙岩投顾月底结账通通都可以的活动，搭配我们大师兄的好操作，相信呢是一个加入的好时机，欢迎您直接来电哦，02-2321-9933 02-2321-9933，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服务您直到年底哦，还有通通都可以哦，欢迎赶快来咨询沟通，02-2321-9933。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